哎，我用我的。嗨嗨嗨嗨，有人吗？我来看，这边这边比较近，下一版的，这很瘦，而且你们也想不到，里面穿了一件 BK101，真的假的？你没有脱掉吗？你说黑裤还是保暖裤？你是有问题，太瘦了吧？Hello Hello。稀客哦，是江江哦，今天的组合是第一次哦。今天是第一次，我跟 Peggy 的搭配，我们的搭配叫做天蝎座的搭配，江配，江P，江P。Hello Hello， 嗨，晴月，可以过，你们就过吧。嗨嗨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场景好可爱，就是很符合。是我们的拍照的这次的企划的一个概念，因为博物馆的概念。那等一下江江就可以跟大家谈谈你的企划的发想。现在多少？100多了，好快哦！大家是礼拜五都赶着下班，你们在等下班吗？是不是已经有人下班？应该有人已经不在了，有人5点就下班了。嗨，5点就下班了，那是几点要上班？7点或8点吧，好早、哦，我还在睡觉。我看到肉姨的，肉姨她今天有传她买的东西给我看。你说证明说她有吗？她买了泡泡袖大学 T 跟一件针织蓝色针织的。你们要不要先从你们身上的先告诉她最重要的事情？最重要，今天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一款多少钱？一个什么样的价钱？390。390，我没有看过联名的东西这么便宜。因为就是想说，这次要出一款，就是可以让大家每个人都要拥有一件的。因为贝尔是新朋友，就想要让大家用比较容易入手的价格跟他交个朋友。第一次交个朋友，交个概念，交友的概念。交个朋友，然后啊，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问他这件是假两件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针织吗？还是棉的？佩奇要不要告诉大家一下？啊，它就是棉 T， 然后它是假两件的设计，它可以看到画袖口，来给大家看点点蕾丝，它是袖口是有拼接的哦，对，它是袖口拼接这个蕾丝。我想说，越怕就是长袖 T 恤穿起来可能会太过普通，所以我就在袖口加了一点这种设计。因为我们最喜欢内搭蕾丝，洋最喜欢就是这样搭内搭这个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色配得很流行。哪一色比较好看？你们自己现在这样子画面上喜欢哪一色？要来投票吗？真的跟江江的搭法都不太一样，对，风格不太一样。但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可以两色都发。小杨来了，可以现省200块，等于可以再多买一件。对啊，买两个就等于又省了一件，这样算是对的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喜欢黑色，大家都在问推哪里。红配绿很可爱，而且像这个我原本是喜欢黑色的，嗯，但我刚刚自己去穿的这个，天哪，白色配起来是蛮休闲好看的。白色好像比较甜一点点，但我就黑色比较酷一点，黑色比较个性一点，个性不同的感觉。但是我其实黑色我像是配格子裙，好像也蛮甜美的，好像很像会穿的样子，对啊，有点复古的感觉。嗯，有人说没有买白色，因为怕白色脏。白色肉已经收到了，肉已经快，肉已经你已经收到史努比吗？太快了吧！然后这次的概念就是，因为以往的联名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小朋友一点，然后我不想让他这么小朋友限制大家的穿着，所以想要让他变得比较时髦，就是大家平常生活都是可以敢穿出去的，就是大人也可以穿的。就是因为不想要就是跟卡通人物联名，就感觉一定要是小朋友穿，所以就会想要把它变得成，就是也不是成熟，就是比较流行一点，流行时髦一点，对，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官网，我们这次整个形象拍摄也是走就是很时髦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很像博物馆的感觉，对，直播前发现这个裤子也太可爱了，然后搭配就是模特的搭配也是很。也是有很 fashion 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把 Bell 变得很时尚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穿搭会走比较平，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穿搭，就是不同于官网上面的搭配，就是平常大家也可以穿不一样，因为官网上黑色是比较酷的，然后白色是比较甜美，然后我们现在完全是完全不一样。觉得 Peggy 这样穿很可爱耶，这个裙子是下礼拜的新品，然后它其实还有上面有背心，算是套装，它是套装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也蛮可爱，可以推荐给大家。然后它这样搭很复古，很可爱，然后是有点落，是落。
落肩，因为我很喜欢落肩的设计，有一点点落肩的感觉，看你的肩膀会比较小，穿起来会比较瘦，对啊，所以有点落肩，然后是有一点，然后我帮你拿袖子是这样，不是很合身的，一点点厚度的，一点点，对，它就是不是那种，就是有点透肤的那种。你们看得出我里面穿黑色衣服吗？看不出来吧，因为我几乎不透哎、欸。对啊，哎，对你这个很明显哎、欸。其实是他的。然后有人一直在问说，就是 M 号会不会很大？现在你们看到 Peggy 跟江江都是 S 号，然后你可以以这个 S 号为基准，就是我们的官网上面有放，就是 S 号跟 M 号平量的尺寸，你可以去比较，它可能只差就是可能一寸或怎么样，你们可以以现在他们身上的 S 号去做参考。好像穿 M 这件多少？这件390，真的超便宜。活动到今天12点，它就是很像灰姑娘哦，十二点一过，十二点就变490，它马上就会再涨价，涨一百，涨一百，因为就是限定到今天。对，好像买，好像可以买。有人说江江两色可以推我一色吗？袖口，袖口，我推荐你这色好了，这色，他最喜欢黑色。袖口推荐这色，白色。袖口推荐白色。刚刚 lag 是因为一直有人打电话进来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对啊，涨100块还是很便宜，但是我还是希望。其实它原本没有这么便宜耶，是昨天我们，而且联名的东西基本上很难。我们又把心意围起来。对啊，想说就是想要跟大家交朋友，跟大家认识一下 Bell 这个角色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把价钱。就在做调整，有人原本就知道 Belle 吗？对啊， Belle 是史努比的妹妹，这件没有刷毛。对啊， Belle 她是史努比的妹妹，然后她还有小孩子。这件可以 oversize 吗？应该不行哦。对啊，好像她就是比较就是正常的 T 恤款式，想要扎了落肩，全长啊，全长就是很正常的正常，然后骨盆在这边，屁股一点点。这好像一定要窄，因为你扎吧，扎起来比较有弹性，看起来比较长，对，比例看起来会比较好，搭起来很可爱。一直以为是史努比女友，她不是哦。她是维他，原来史努比也一样。这样子不可以，他们是 family。我原本以为她是姐姐。他们是家人。她是妹妹，好像。对，史努比有很多兄弟姐妹，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。而且史努比最近很红哎，因为今年。但是我觉得Pazzo把史努比变成。很时尚的感觉，因为他是今年是狗年，所以史努比就哦对也很红，对，但是只有我们这边买得到 Snoopy and Belle， 对不对？裤子跟裙子有吗？裤子跟裙子都是15号的新品，下礼拜的新品。我跟江江站在一起啊，你们忘记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了，你们刚好高，你们刚刚有讲吗？什么库存的事情啊？忘记讲了，快没了，库存刚。就是快要卖完了，对，有点怕大家抢不到，所以赶快告诉大家，因为我刚刚看是可以先跳入直播再去先去买，剩下的数量真的没有不太多了，因为390大家都用抢的，因为大家都很想在12点前抢到这个价格，因为真的是太便宜了，很优惠的价格，这样会不会突然那个直播的人都跳出去赶快买啊？好像开始变少了。对啊，今天 这款卖很好，真的，人数开始变少，大家开始下降，不要，先不快，我们还有其他买完还是可以回来、啊，其他套装要介绍，那我要先去换吗？还是还有要什么？那你先换下一套好了，佩奇姐，那比佩奇帮我拍一张。直播中的下周一会有吊带格子裙，哪一件啊？好了，我去换。对，那个好像就是之后的，他之后会补货吗？不会吧？这个吗？这个对，不会哦。那换我吧。这个，嗨，第一名，可以肩膀头发，这是江江心中的第一名。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个，如果说刚刚那个是入门款，这个就有点像是有点变化，这有点像是那个老饕，就是会知道的款式，你知道吗？老饕是吃的，这比较熟门熟路，就是对，就是他们，因为这一款它单价比较高一点，就是它是990块，可是它有很特别的小设计，我第一次看到，
我们自己好像 Pardo 也没有出过这种吧？你说秀开，就是针织毛衣，然后这边有扣子，我没有出过吗？嗯，没有，算是第一次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里，它虽然单价比较高，但它很有质感，它是红蓝红白，然后呢这边有扣子。我自己是想说，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出过，就是针织毛衣是有这边有扣子的，所以它可以打开边开叉，而且是可以变成开叉的。对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太憋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打开。设计那个设计人现在在帮我开，制作人这样子，很像名牌的针织衫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一般针织衫就是这样子的袖子而已，然后它是这边又有边条，然后这边又可以这样开，你又可以把它扣起来。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就可以打开，打电脑或是写字，这样会比较顺，很时尚的，我也是觉得。然后它这个脖子会刺刺的吗？不会，不会。这个要怎么表现呢、啊？它是有双层的那种袖的感觉。对，嗯，给大家看，它里面不是就是蓝色，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白的。哎，这很密耶。对，这是密的。它所以它是有一点厚度的。然后这边就是贝尔本人最喜欢贝尔本人，然后它整件就是蓝、红、白，就是很好搭，有点海军风的感觉。嗯，对，一点点。超爱这件的配色，背后我最喜欢背后。背后它有这个。是贝尔的名字，而且也是用很时尚的字，对啊，不同的字的字型，可以版画，对啊，它版画很好看，有吗？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脸很大，不会版起来有点很小，没有。然后下身也是 Snoopy and Belle 的新品，这件，它是，但其实你们现在看可能会觉得它是裙子，它是裤裙，它其实不是裤裙吗？不是裙，哎呀，它是裤裙，它是裤裙，然后是很舒服的材质。这样鲜会有点怪，它是裤裙哦，是不用怕走光，然后它的材质是有弹性的这一种，你可以往下一点，有弹性的镜头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哎、欸，你都没有看到，它是这样有弹性的，所以穿起来是很舒服，完全不会憋，完全不会紧，也不会曝光，然后又不怕曝光。然后我觉得它穿起来很那个青春活力，刚刚那个阿甘说，哎、欸，你穿这样好样。你看这个裙子好样，18岁，对啊，糊糊的。然后它咖啡色，它两个颜色，黑色跟咖啡色。对。然后咖啡色的话，它下面的条是配黑色，字也是黑色。嗯。然后黑色的裙子，它是配粉红色的，不同的配色。背面口袋这边。史努比在这边。你们可以帮我介绍一下，我看不到。史努比在这边，在口袋上面有贝尔跟他的哥哥史努比在这里。而且我自己觉得这个很像，就是女团的那个打歌服。你说女团那样子，就是对对，我说这个裙子就是很有青春活力的感觉。裙子推哪一个颜色？嗯，我觉得如果你有买这色的，买这件的话，你可以配这色，我觉得配这色蛮好看，咖啡色配蓝色。黑色它下面配的是桃红的条，所以如果你比较低调一点的话，穿黑色或是配。白色黄色配买黑色耳环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个谢谢是谁提醒我的耳环配环，就是耳环也是这次上的夹饰，超可爱的，是一个爱心，然后有一个咖啡色的毛球球，超级可爱，它是亮亮的，它是韩国爱心造型毛球夹饰耳环，67号，它是67号，然后这个卡其色刚好跟。它有两个颜色，另外一个颜色是米白色的。我觉得这个耳环很可爱。我有买大蝴蝶结的那个，大蝴蝶结的那个它很特别，它两边是不一样的。是你是你在说我说的那个吗？我们有下一套了吗？我介绍完嘞，超美的。因为这套好像很上很多毛球。它有件这个，跟大家介绍啊，可以介绍包装，就是说就是有推出这一款390的优惠交朋友之外，我们还交朋友做一个这个，它的超可爱的夹链袋来包衣服，就是等于说你们买一件衣服就会收到一个这个夹链袋。然后这个夹链袋上次深夜直播的时候有说，出国的时候都可以拿来装衣服，还有去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把泳衣放在里面，就不会弄湿你的包包。对啊，然后是可以。重复使用的衣柜收纳的时候也可以用，而且我今天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很想要买一件，因为我就觉得很像收到时候没有收到礼物的感觉，会免费拿到这个袋子。而且这个后面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更可爱这里。
包装很用心，就是我们整个系列其实很有质感，就是除了包装之外，还有它的吊牌，就是之前深夜直播的时候有介绍过。然后大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这样很忙。是啊，特别带来这个。这个在做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它的吊牌，我朋友想要桌上偷过来的。这个它是粉色，然后背面一样会是这个四个漫画的，我觉得可以留起来做纪念，或是写。一些很喜欢收集掉，可以贴在墙上，就是像我们后面这样，不是有人会喜欢把拍立得贴在墙上，或者是一些那个纪念的文字啊，我们这个也可以贴在墙上，但是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大概这样，0.1吧，差不多。我觉得这毛衣好好看哦，要不要再给大家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它的袖子跟它的配色，而且很舒服。他们好像有穿，还有对，还有播在他的 IG， 然后大家都说这一件必买。而且像你可以学小羊，就是这样子拍一个背，拍那个拍背哦，这样子超可爱的。或是拍正面，然后用手袖子这样挡住的感觉。有在教大家跟小羊的拍照法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你拍照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拍到这个，因为它是那个 point， 因为这样自拍好像可以这样，其实也可以这样自拍，然后袖子那种。这样也蛮可爱的，算是自拍款。我在等那个 Ruby 帮我自拍，是拍照很好的表现的一个款式。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我刚刚说老手款，对，就是熟门熟路的人才知道要买这个，因为是很特别设计啊。哦、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 Snoopy 虽然最近很红啊，可是贝尔只有我们买得到，所以如果你买这个出去是不会跟人家撞衫，完全不会撞的，没有撞衫的问题、哦。但是因为别人是这样 ，Snoopy， 然后你是 Belle， 叫少女心的 Belle， 想开拉出来的长度，这件蛮长的，这样子，搭牛仔裤或是黑裤，黑裤都很好看 ，BK 一，而且它是我觉得它的版型是显瘦，就是宽松，但又不会让你看起来很重。想要枕头，枕头是之后的商品哦，枕头是之后的。然后请大家期待一下。对，有人说是独家，没有错。对，因为我个人是不喜欢撞衫，我也很不喜欢，就觉得很糗哎、欸。对，我想打喷嚏。有人问说保暖吗？是全台独家的保暖吗？我跟你讲，今天这种天气是绝对不可能单穿它，绝对不行。但是它就是冬天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厚度。它会透，而且它很密针织，所以里面可以大家发热衣。而且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就是形容，它其实是双面的，就是你会以为它这个里面是也是深蓝色，但它其实里面是白色的，就它还有再多一个双层针织的组织。多少免运？我们现在刚好满1000就免运了，所以你可以这个加这个就免运了。这好像可以坐在椅子上，这样蛮到位的，好喜欢变好小，这样好可爱的哦，蛮好看的哎。哎，那个 Ruby 嘞？对啊，里面可以穿衬衫，白色的衬衫，露肩的衬衫领寸也蛮可爱的。蕾丝是不是也可以、啊？或是搭哦，好像很香耶。对啊，怎么都爱就是蛮，虽然看起来很多的，但其实算是很百搭的一个款式。等你帮我测拍，我有点好像有点忙碌哦。然后我就要去换下一套。还是江江，你要先去换下一套。对啊，我先无缝接轨进场。换了另外一套，然后也是这次的史努比的系列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因为刚刚江江也有穿这款的外套，然后没有好好没有特别去介绍，然后我觉得这款外套它是下礼拜的新品，可以讲下礼拜会做，没有讲好大声哦，下礼拜的新品，你这样先斩后奏，我觉得可以，讲的超大声嘞，那要怎么办？会不会今天没有人要买？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颜色，所以你不管你衣橱有什么颜色的衣服，你都可以选到可以搭的外套，很好看。而且你这样搭很好看，我就是直接抓了这件外套来搭。刚刚江江也是穿这个，但是他穿别的颜色，他穿那个颜色我也很喜欢，它会有多很多很丰富的颜色，很丰富的粉红色系。有人有讲，你透露太多，有人有，我看到有人有讲太多，我看到有人有讲，对你讲对，但是我们。你继续介绍史努比的系列。好啦，史努比的系列好，然后这叫什么？条纹。我先从上衣开始好。对，上衣条纹，然后史努比的，它就是这边有做刺绣，它不是印花，它是刺绣的。
是很有质感的刺绣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看不清楚它写什么。All you need is bell。哦，因为像刚刚江江有讲，就是他不想要让他用的太幼稚，他想要就是大家都可以实穿出去。像这种就是文字 T， 就是条纹 T， 就是江江自己本身最喜欢的。然后就是你买了联名的，就你自己很开心，可是就是别人也不会就是觉得你很幼稚什么的，就是很好看很好搭的。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刺绣。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还有很可爱的东西，就是它的背面，它的哇，重点在背面有一个 bell 的，就真的你需要就是这只狗。Oh, you need is bell。这只狗，这只狗。Oh, you need is bell。裙子也是下礼拜的新品哦。哎呦，我看不到，反正就是它很可爱，它也是很有质感，是一个小细节的感觉。对，小细节。这个是不能正反两穿的、啊。因为我刚有点好像快要穿错了，应该你说上衣吗？对，不行，应该不行吧？因为我刚好想把它穿在前面。没有啊，好对，好像在前面好像会很奇怪。对，然后耳环我刚搭了这一款，也是我们一起上架的。刚刚好像有人在说他有买了这一款，对，然后再问假齿会不会痛，对不对？它是假齿。我等一下来介绍一下，我现在搭的是这个蓝，它是蓝格的，然后它另外一边是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好像，哎、欸，情愿买绿色，哎，在这里耶，它是这样子的组合，我会在后面介绍绿色，它是66号，它是这样子的组合，然后就是有人问夹式会不会痛，我觉得要看它的设计，这个耳环怎么被我勾成这样？好好好，我拿了另外一个颜色给大家看，就是它是这种夹式的耳环，所以。你就是这样开，然后扣上去之后，可以再依照你耳垂的厚度，你可以去转紧，去转紧，没有对就，它是可以微调，或是转松，所以你不怕就是只有 one size 的耳夹的话，会夹一整天会头痛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耳洞的时候，我也是用夹的，我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夹一整天之后，你会从头痛到那个脚。对啊，就是会头很痛，就是很贴心的。但是这个话你是可以自己去调整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转、调紧啊、调松，就是不怕会夹一整天会夹会很痛。对，好，我国文好像不太好。我穿的是 Peggy 的黑的，好可爱啊、哦！刚刚有人说蛮绿色的，对。然后江江现在身上的牛仔外套也很可爱，它也是下礼拜的，下礼拜新品。对，我们今天搭的就好可爱哦，听起来半新品。它是有点做 oversize 的感觉，有一点 oversize。而且我前几天给我妈朵穿，她也觉得很喜欢，看起来很可爱。嗯、对啊，像这样搭配是有一点男友，就是比较平常会穿的样子，就是江江的 style， 平常会穿的样子。然后这件裤子很显瘦，这件也是贝尔的。哎、欸，这件也是贝尔的，对啊，贝尔的款式，你们是不是没有？对啊，没有发了到，有我发了到。那佳佳很可爱，它穿起来很可爱，或者是裤子 S， 很多小细节，对不对？ S， 对。而且大家有发现，他在裤脚养了一只小狗，在这里养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我没有看 BK 零有没有脱、欸，我来给大家看，我看一下这个镜头，在这里有一个狗。是，这是贝尔吗？是贝尔，它是贝尔。我对啊，福命的脚，很可爱。我脚 OK。对啊， okay, 好高、哦。好，我回来。它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刺绣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扎衣服，所以我觉得扎衣服之后露出来那个口袋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可爱。因为我就想说，我就是要做一些可以拍照好看的尺寸，所以我就想说这里应该最常拍，然后就是有很多细节的感觉。对啊，我看一下。Love me, love bell every day， 就是一个 bell 的大粉丝，就是必须要购买的人。把它换回来，这样。好，江江裤子穿起来会很紧吗？不会，不会很紧。是腰围是不是有点松的？因为后面我是做那个松紧带的设计。它哦，后面是松紧带哦，这是假的口袋，所以不怕屁股很大，不怕断，完全不怕。对啊，不怕屁股大，是假松紧带，所以应该是还好，嗯，不会很紧。然后是做直筒裤的剪裁吧，嗯，这个算是直筒裤。而且我觉得它穿起来算是蛮修饰的。对啊，这样，哎，这样你可以再站那靠到墙壁嘛，看到裤脚，对，就这样。
裤子现在是穿 S 号吗？ S 号的裤子。S 号的裤子，虽然下礼拜的新品都很烧，但是我们特价的上衣史努比直到今天哦。今天12点就结束了。对啊。裤子，裤子薄吗？裤子是，不是厚，它是有点挺的。它是算挺的，有适中的薄厚度，对，厚度，可是也不会很薄，也不会很厚。挑啊，你要推荐啊？泡泡秀大学 T 小可有这种东西？有啊。哎、欸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就那一件。等一下穿，等一下穿，等一下可鱼会穿。小可说挑啊，他推荐哪色？挑我有三个颜色。对啊。那我自己会想推荐绿色，因为绿色的条纹应该大家比较少见，对，因为其实蓝白好像蛮不一样，算是基本款啦，对，比较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我觉得黑皮，哦，三色来了，所以你们可以一起之前，红色也很好看哎、欸。好，这是今天上架的眼镜，我觉得这样搭配蛮好的。因为很少没有哪个都有，你们平常会用没有？我想戴戴看。皮肤蜡黄可以，因为我自己皮肤也是偏黄的，我觉得穿绿色好像很好。绿色其实意外的蛮显白的，绿色意外是显白的颜色、欸、所以我后来买了超多绿色的衣服，绿色很特别很可爱。哎、欸，你戴的眼镜很好看哎、欸，是今天的新品，新款眼镜，算是隐藏版吧？我也觉得算是算是隐藏版吧。耳环那些都被被掉，对啊，因为明星的光环嘛，明星的光环太强大了。哎呦吧。绿色搭什么颜色？可以，其实可以搭这个颜色，搭卡其很适合哎、欸，这蛮可爱。搭这个颜色，或是搭牛仔裤也可以，嗯，或是黑色的。因为我自己有绿色的帽 T， 或是搭黑色的裤。其实绿色不会不好搭，大家都会觉得，对啊，大家都会觉得它不好搭。应该是因为它比较少，所以大家比较、比较怕入手嘛。裤子有介绍过了吗？骑进来啊，裤子有介绍过，介绍过了，介绍完了。我跟你是。同一款，你看，今天曝光了第三个颜色，第三个颜色，还有大概300个颜色在后面。这么超过，我刚刚没有300个，大家都会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佩蒂不是说我300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对啊，我是穿红色，然后就搭红色的裙子，比较甜美的感觉。这个是上礼拜，哎、欸，还是18号的新品的裙子。其实我本来是、欸、这已经上了吧？这已经上了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要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穿牛仔外套，但被江江偷走了。啊、牛仔外套，然后我就改了，就这个有会有很多色的这个下礼拜的这个。因为我觉得它的扣子很可爱。现在就要先介绍了吗？现在就要先没有了。这个很比较适合。哎，我刚好搭，刚好搭，但是再买它漏抢。你们三个好忙碌哦。嗯，今天就是很忙碌，只有我们在。我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哎，还有其他一套对不对？那我先去换。有，还有个大学 T 就没了。哦、我等一下换最后一套给大家看。那个也好可爱哦。绿色好可爱哦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抽我的外套？对啊，你就跟这个眼镜比较搭，很可爱哎。但我会自己会把镜片拆掉，因为会看反光。对，我们是一红一绿。嗯。牛仔外套的厚度是厚的还是薄的？它应该算是中间，我觉得是中间适中的，就是挺的，就是里面很挺，可以塞衣服，但不能塞超厚的那种大学 T 的那种，可能塞不进。它真的是有点宽宽的这种，但是针织衫应该还是塞得进去。想看外套扣，要先给大家看吗？江江条纹你会推我的，是你推了吗？我推了。哎、欸，想说介绍、這個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可爱，很像就是画家的风格、這個。我那时候穿的时候，他就有一天我去摄影棚看到他放了一排针织，我好像说天哪，这是色票的颜色吗？是从渐层从浅到最深都有本的色阶，我有点吓到。你会不会偷偷透露太多？然后它扣子很可爱哦，这是我的款式，是我下礼拜，我下礼拜再跟大家介绍。不扣，我下礼拜再跟大家介绍。阻止大家介绍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好，那你介绍这个。这个还没有曝光过哎，除了已经拿到衣服的人。对，就是衣服上面的标，还没有这个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标。那你有点看不太清楚。史努比系列全部都是卖完都不会再补了吗？嗯。我不知道，讲很小声。这个，好可爱哦！这是特别设计的，不同的。
的标特别设计的 logo， 大家应该还没收到话应该不会发现，肉已经收到了，肉应该已经发现了吧，分享给大家那个毛帽还会再补，或是哪一顶毛帽啊，宿舍的那个吗，这样子的那个吗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穿过这种，很少，你很少穿这种风格。因为我绑今天绑头发，好像你好像可以穿这种路线的。对，就是绑头发，嗯，蛮可爱的。红色也是很可爱耶。对啊，就是我红色的话就会是红色的，就是线也是红的，然后绣线也是红的。绿色是红配红色的，我很喜欢这个。那蓝色是配什么？红色，全部都是配红色，配红色。你自己最喜欢绿色吗？我自己最喜欢绿色。我喜欢红色哎。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带一整套回家。有了。对啊，你这样整个很搭哎。因为我就是想要配这个，这个颜色就想配这个裤子。而且你简直就是这个裤子代言人。对啊，因为我自己做的。穿起来超好看的哎。这个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型。我觉得你这个啊，就是可以在咖啡厅的时候，你坐在位置上，然后就旁边的人说：“哎，这个女生错边了，错边了。”想说，哎、欸，这女生还有气质，然后看到哇，早上就她本来低头，她低头，然后低头看，哇，这个女生早上有一个那个好可爱的那个背哦，然后就抬头跟你搭讪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搭讪可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来了，好，可以看条纹拉出的长度，你们刚好拉吗？没有，但我没拉出。你穿好保暖。对啊，我算是，因为我很喜欢。长度是刚好可以遮屁股，又不喜欢看起来比较瘦。然后这也是遮屁股的设计，但是它是前挡后长，它是前挡后长，我现在才发现的设计。然后这是很软、很舒服的布料，所以我觉得很爱当睡衣也 OK。穿睡衣穿这么可爱，好像也很奢侈。想要给大家是想要给大家看诶，先穿给男朋友，是穿给姐妹炫耀一下用。我知道你要穿给男朋友看。好，最后一套喽，今天的最后一套。我整个换了非常的保暖，他突然一个人是自己跟我们在不一样的空间，对呀、啊，突然变很保暖，又没有人要穿那件桃红色，快穿桃红色。好，那你现在我们就一起入境。Peggy 现在身上穿的是泡泡袖大学T，对，它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泡泡袖，然后在袖子的地方有刺绣，也是 Snoopy and Bell， 然后配色是黑配粉，它这个算是有点，这叫什么？有点红又有点粉的颜色，就是粉红啊，有点粉，有一点红啊，可是它没有那么粉了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它就是很可爱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像布章的这个缝在这边、哦，它是跟刺绣是又不一样哎、欸，它是有点徽章的感觉。对，它是有点徽章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样穿这桃红色，气色看起来很好哎、欸。它就是有点徽章的设计。然后就是 Peggy 的搭法蛮特别的，她搭里面搭一个高领连身洋装，这个也是15号的，15号的新品。对，然后她就这样穿。因为其实我们大学 T 出的很多，所以各种大学 T 的穿搭我们都算是有试过了。有人说好可爱哦，这样搭很可爱哦。嗯，而且在洋装里面还有口袋，就是你不要一直打别的商品。对，是，对，现在打 Snoopy and。不行哦，不能这样哦。对，制作人生气了。然后大学 T 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黑，一个就是气色很好，一个是桃红。搭起来好像会感觉，对、啊，桃红就是如果说你的衣柜都很暗，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件就是亮色的。这其实算是自拍衣，就是它又是要自拍，还可以自拍，这样子吗？真的有款式都是要自拍，因为我喜欢自拍。哎，我这个怎么在后面？你转一下，我要自己转，这样子这边自拍。那你们两个要靠近镜头一点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看最后的 final 的 bell。你看我跟你在一起就会不自觉的踮脚。也不用啦。好累啊。好了，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你有把你的礼物给大家看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你没有把你的神秘礼物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没有哎、欸。忘记了，这个是今天的第一个重点，是这件衣服，它有黑白两色，直到今天晚上12点是290块，是可以马上现成200块的优惠的，交朋友价格390，390，
到今天晚上12点，然后它一过了12点就会变成490，就跟灰姑娘一样，是就变490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在12点赶快购入这一款上衣。好，这样。那今天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介绍，制作人要介绍他的礼物。礼物分享活动是什么？规则是什么？好可爱啊！就是分一样啊，老规则分享。那卢比说，只要分享我们的直播，分享直播就会获得江江的神秘的礼物。这个，而且是我们可爱的，而且这个大家都很想要分享，大家都很想要。那我们活动仅此仅此一件，到什么时候结束？到礼拜。那不然就跟着我们衣服一起结束好了，不然我们就久一点哈，还是到久一点啊？久一点吗？明天好啊，或是假日。到假日，到假日，因为我觉得直播好像大家最近有空才会开始看，对吧、啊？可能刚好明天放假、啊，那不然到假日，啊、到假日、嗯，就大家赶快在结束的时候赶快去分享这篇直播呢，就会有机会得到这个。我会挑出全台湾只有一张，对，真的是只有一张而已、啊，真的是只有一张，全世界只有一张，而且还不会跟别人一样，只有因为这是我的私藏，只有一张，唯一的一张都给大家了，只有送出两张。会挑出两位，然后活动时间到礼拜天，礼拜天的晚上12点。好，晚上十二点分享这篇直播 给你的好朋友看。那我们就会抽这个，然后还会再要送，然后送给看了制作人决定，制作人决定将制作要吗？好了，会送这个两名，就这样，不然看大家的那个好了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快送这个哦！再更新，大家应该很想要吧？真的是只有唯一一张。有人想要吗？我本来是想自己独吞的。有人想要吗？应该看大家好像很喜欢，就想说好可以送给大家。我一刚开始还以为有不会有人想要怎么这样子？大家很想要可以送耳环吗？我想一下哦，我想一下，看大家哦，我知道看大家的分享的那个反应好了，如果不错的话，我们就会加码，再会再加码，然后最基本的量是两位会送出这个，就是要看大家，分享越多，就是我们可能会加码活动，就是我们就去拜托小羊，好，因为小羊不在，对啊。然后最后重点再跟大家说一次，这个因为这个你就是不能犹豫，第一个库存紧张，快要没有了，数量真的很少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优惠的390的价格是直到今天晚上的12点的到一到就马上涨价100块，也不是涨价，就是变回原本我们设定的价格，因为这是我们原本要卖的价格，是我们想说变成490，对啊，原本是卖590。但是我们本来活动就是要做490，但是我们后来想说，就是看可不可以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朋友价，所以才会今天有390这个价格。没错。有人想要你顺便签名哎，不然到时候抽，就是到时候抽到的人，我们会请客服询问说有没有需要附上，有签名吗？因为搞不好有人想要空白版的，我有很多江江签名啊，他帮我签了借出单，我也有很多。这个袖口拼接蕾丝的这一件是假两件的设计，12点来，可以再告诉我12点的再一次，12点390没了，拜拜。时间过了就拜拜，真的是拜拜了。好了，那大家再见，江江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次见。